成肉身，他就以肉身的身份来做工，他既来在肉身，就在肉身中完成他该做的工作。不管是神的灵，不管是基督，总之都是神自己，他都会做自己该做的工作，尽自己该尽的职分。不管他如何做工，都不会有悖逆神的行为。不管他对人的要求如何，要求如何，都不超过人所能达到的，达到的范围。他做的一切都是在心神的旨意，都是为了他的经营，为了他的经营。权柄就是神心，也就是神自己的心情与所事。这心情与所事才决定了他的身份。所以无论他的人心有多么正常，但也不能否认他有神自己的身份。无论他站在哪一个角度上，哪一个角度上说话，无论他怎样顺服神的旨意，都不能说他不是神自己。